这就是好，懂吗？可以找到了，找到灵骨的对策，灵骨的对策。你们切记啊，不要就哦，大概在这里，不是大概的啊。有的人手好胖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你一定要看到这里，这两个差不多对称，有没有看到？两边对称，压下去，他会告诉我们，压对骨是很那个，你们可以用工具代替嘛？是要两个一起压，没有压这里，主要是这里啊。你们可以用工具嘛，你不要一定要用手工具嘛，因为我身经百战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天不知道压多少人。啊，对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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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告诉你啊，应该是两侧都压，因为你这边不好，那边好到哪边也不大可能啊。应该是这么讲啊，因为在两旁嘛。哎，脖子这边紧，我帮你松了，你说，哎呦，这边还紧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高方这样找哈，这一点。对不对？然后弯过来，就在这一点，这一点记得了。我们如果要有力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拿过来，在这边，这个压下去。你要用工具，你比较硬的话，用工具压这边，把它压开就好了。好、哦，自己压用工具比较好。对不是，这个骨头我们叫做肱骨，这个叫做肩胛骨，这个叫做锁骨。当这三个骨头粘连在一起，这一锁就举不起来，因为举起来会痛。本来是这样举到这么高会痛，你就不举，到最后不举，到最后不举，这就是五十肩嘛。三十岁也有啊。好，那我们要把这个点挪开就好。这个点叫什么？我们知道也叫四两破千斤，就是四两破千斤。只要它稍微一挪开，你这个手可能就这样，角度的关系嘛。四两破千斤，好，来，你过来哈。四两破千斤。来，来只手。这只手。来，大家看哦，手弯下去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原来是手不能弯的。哎呀，那么严重啊！对，严重。啊，你看啊、哦，你看这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这里有个点，对不对？很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痛？有。这个点刚好是我刚刚讲那个点。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好、哦。因为它已经太严重了，是那个好像衣服拉开。好、哦，来看这里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这边有骨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就那个骨头有没有？那骨头在这里有没有？哦，哎，骨头这里，啊、哦，骨头这里。哦、单场要考验成绩啊、哦、对不对？但是他因为太严重了，所以周遭要给他按摩一下，不可能只有这一点，所以呢我们会找啊、哦哦、在这里啊、哦、半年了、啊、还能忍啊，有没有痛啊、哦、这里还好啊、哦哦、这里也不会啊。好，像这种症状要先叫他热敷，不然他会受不了。我怕等一下热敷这里哦，不是热敷这里，热敷这里就好了。好、哦、那我这样轻轻帮他揉很痛嘛。哦哦
我再夺二十下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one two three four on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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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服吧 ？Enjoy， 啊，他都舒服啦。哎呀，他也舒服，我也舒服啊。好，来，稍微举一下，有没有改善啊？有没有？改善吗？应该有。你看，他如果热敷的话，加倍，热敷就加倍了。先热敷，然后揉这一点，你就可以解决了。管他几年，哦，我们不在乎生病多久，只在乎你是不是每个时段在发生。我们最难治的是什么？是麻，麻是最难治啊。哎呀，酸痛肿麻，麻是很难治的啊。对不对？谢谢。你这边热敷了，你就改善。然后刚刚压这一点，谢谢。这就是开关点，真的就是开关点。好。然后看起来，腰痛，真的啊？我们腰痛呢，哈。我们在这里。这里有个穴叫做水腰穴，水腰穴啊，末跟指头中间的这中间这里叫做水腰穴，治疗对策。水腰穴是董氏奇穴里面，好、哦，七十二绝针，既然叫做绝针的话是特效，好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像它就可以了啊。这里吗？看到这里，这里它有三个点，你只要一个点就好。好、哦，你用这里的这个，这边压这里，啊、哦，这样。腰痛。哦。闪到腰的腰。对底，这个地方，对侧啊，治疗对侧啊。前后没有。对侧，两手了，哎、欸，赶快练习啊！这里中间啊，想办法压它，用尽一切方法都可以用。哎、欸，腰痛这样就能解决，为什么不学？中间这个骨头这里，两边也有，总共再有三个点，压这里就好，在骨头的中间这里。有腰就会改善哦。来坐下，谈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啊，坐骨神经啊。没有，我弄错了啊。坐骨神经哈、啊，那一个人啊，是不是坐骨神经痛啊？其实就用这个点来测试，他做对侧的。当你他说坐骨神经，他说这边，哎、欸，结果压出来这边比较痛，那就不对了。哦，应该是对侧。哦，那坐骨神经怎么找哈、啊？很简单哈、啊。来，你再打这个，啊、哦，太空了啊！对侧啊、哦，大家知道对侧啊、哦？大家看哈、哦，当我这样走，对不对？走到这里，对不对？稍微讲这一点要会痛，不会痛就是抓错位置了哈、哦，不痛吧？好、哦，这里哈、哦、会痛，对不对？三根指头，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那叫锁三里啦，哈哈，啊、哦，这一点曲池三个指头在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一压，他这边当下力竭，当下力竭。
坐骨神经哈、啊。这边有一个点，对不对？有个点，对不对哈？这个点压掉，三个指头在这个地方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，他们是这里坐骨神经。坐骨神经这边，哎，这屁股啊，坐到屁股了，啊、哦，不是腿，屁股。好。好吗？那你好像不大了解。啊啊！我们先压这一点，他会告诉我们很痛，很痛了以后，我们三个指头，两寸呐、啊，三个指头叫两寸呐、啊。啊，我大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压这里啊。啊，他两侧痛，我们就这样压的哈。两侧，所以两个屁股痛啊，两个屁股痛啊，哈，不是这样。啊、我们压的哦、啊，我们就像跳舞一样啊。我的力道三十几下，你的力道我不晓得。三十二啊，应该这么讲啊。加倍六十四。我的力道三十六下，三十二下啊，你的力道我不清楚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坐骨神经。来，赶快到家。不懂的话可以私下请教啊、哦。我们这里很多教官啊，这都是教官啊，穿这个衣服的都是教官啊。